天念天天做什么拢可以，只要心心相印，有穷有碎。朱姐，那无你到三江，我根本就无法度你去搞一私人会所，接近我未婚的人，离我报销的路越来越近，多谢你。啊，大姐哪有啥啦？当初那无你给我到三江，我哪有可能会当顺利把坏就医，陪伴阮人最后的日子？嘉文，你选择这条路无好行哦。所以我你会记的，不管你需要啥，做你跟我讲，我一定会挺你到底，不准你跟我客气哦，知无？在内底一段日子，是我上黑暗的时阵。你当阵讲要听话，我了阵你只是讲讲的，是袂到你讲的到做的到。歹势，朱姐。我不应该有这款想法，要不过那当天来的是识你，真正是我那个时阵上欣慰的代志啊。嘉文，对我来讲，你就参照我的幸运女神同款呢。你若无甲我斗相共保我就医，我就真正遗憾一世人啊。我知影你为着要报仇。你一直拢真压抑你家己，啊！不过我希望你伫面对我的时阵，会当放较轻松的啦。想要讲啥，你就直接讲，拢袂要紧，好不？我现在洗手间。嘉文呢？哦，佫敢若是呢。啊，不过迄气质吼，啊，佮迄穿差哦，佮较早的嘉文那差侪啦。哎，无得搞，洗了干干尔啦。啊，无我给你看卖啦。哎哎哎，无啦，迄政府吼，迄找嘉文找啊久拢找无。啊，这哦，若真正是嘉文哦，咱向阮总去，我惊哦会佮惊走啦。敢若嘛有道理哦，啊，无即摆要安怎啦？我感觉吼，咱袂当打草惊蛇。你较有政府，叫伊随过来，啊，咱哦，连门牙甲角角，莫互走去。好。啊，文上甲美丽店吼，总算是开幕啊。哎，阿冠啊，你拍算要送啥物礼物给伊啦？哦，我已经想好啦，我要送伊哦，迄开运水晶树啦。啊，咱等下回去时阵就顺路买就好啦。哦，开运水晶树。这当本哦，算唔免，大家哦厝边遮尼久啊呢，而且哦文上卡是咱的里长，迄送物件袂当凊彩。啊对啦，阿忠啊，阿你咧，你拍算要送啥？我早就订好花篮，简单搁大办。阿忠，啊你是咱市里的黄金单身汉呢，你送物件唔都靠分量。我送的绝对有分量，而且一定是上大张的。我是你外大张。假大张，假大张，敢不是办丧事咧用的啊？无可能啊，哪有可能？袂吧，应该袂吧。我甲花店来确认一下。小卡电话我呢。小茹啊，什么代志啊？政府啊，我刚刚去看到嘉文呢。李红霞，你看到嘉文啊？在倒位啊？市场公园后边一间咖啡厅啦。市场公园后边的咖啡厅？有，遐有新开一间咖啡厅。新开的迄间哦？对啦对啦。我跟你讲哦，我甲公妹啊，唔敢入去，呀，嘉文看到我来走去，啊，所以吼，我甲公妹即摆伫外口酒店咧，啊，你紧来啦。好好，我随过吼，咱即摆哦，紧来找伊啊，紧。阿叔，行，对我来，对我来。好。
文辉真爱在这，敢讲已经发现我。董文辉啊，来来来，我救。连爸嘛来啊，你就是发现我在这。秀茹啊，坤辉啊，阿姐嘛加班哦，人在倒位啊？加班是加班在内面啦，啊，我甲坤辉啊，唔敢入去，该会家走去啦。啊吼，所以伫外口顾啦，你紧入去找啦。多谢你啊，我今嘛吼入去找伊。好，好，行行行，好，好，行行行。加班啦！加班！加班啦！加班！加班！加班，你伫倒位啊？加班，你紧出来，爸爸来找你啊！我甲恁爸来找你，你伫倒？加班，静武，咱来派出所看卖。哦，来。加班，加班啊！老静武，你是加班的爸爸。加班啊，你到底是伫倒位啦？爸爸一直在找你，你敢知影？爸爸想要知影，你过了好无？有好好啊吃饭无？你若是不肯原谅爸爸哦，爸爸直接给你毁尸的啦！你赶紧出来，爸爸真正足想你的啦！加班，我知影是我无甲真相交好。是我无迄个福气做你的大哥，阿姨对不起你，我拜托你，你赶紧出来好无，嘉文。嘉文啊，你自细汉哦，都是上大心、上听话，爸爸知影你安尼做，一定有你的理由啦。阿姨静哦，你若是伤心，还是受到什么委屈哦，你拢会甲爸爸讲，恭喜你。讲你想要吃爸爸煮的咖喱蛋包饭，你应该照顾无吃着啊！吼，嘉文啊，你爱记得哦，不管你伫倒位吼，爸爸甲小妹永远拢伫厝内等你回来。嘉文，我拜托你，你莫阁折磨恁爸爸好无？这拢怪我，你怪我就好啊。我两个真正等你足久的，阿姨拜托你，你给我一个机会来弥补你好无？嘉文，嘉文啊，你会当寄出来无？爸爸真正求求你。朱姐，拍摄我看到阮爸，我未准备好要跟伊见面，我先来。嘉文啊，嘉文，老政府，哇！我已经二十多年没看到你了，你是明珠啊？哪会这么厉害啦？啊，这么快就认出来啊？我是不是跟以前同样水都没变啊？是啦，都没什么变啊。怎么啊？他是哦，明珠啊，是我以前在酒店的同事啦，啊，也是很久没见的老朋友啊。你好，我是阿关呐。阿关呐，你好。我跟你讲哦，这政府啊，跟以前同款的，拢无什么变啊。你都唔知影，以前在酒店做秘书的时阵哦，有偌济姊妹啊，拢在欣赏伊的哦。虽然即马吼较有岁啊啦，啊，不过。
恁会愈老愈缘投，啊愈老愈袂人。静湖啊，你是熟男的魅力，我真的无法挡哎。你唔通安尼讲啦，迄拢是足够正经的代志啊。你久啊呢？哦，你身体啊都真好。我会记以前吼，你拢会练拳练身体啊。啊，即卖咧，感觉阁会练。嗯？啊，有闲的时阵哦，小可练一下。你徛伫个门对啦。哎，查某人是谁啊？啊，是啊，对政府安尼卡来手来的啊。啊，对啊。阿官哦，伫边啊，看到要掉来伤啊啦！哦，这个政府土匪哪会这么戆？行到倒位，拢有查囡仔介意，我哪拢无哈？啊，对啦，啊你今嘛，干嘛跟我跟迄个吴湘梅联络？啊，已经真少伫遐联络噶啦。啊，明早歹势呢，阮阁有要紧的代志要去处理啦。啊是吼，咱留一下联络方式。外店哦，都伫这附近啦，你有闲会当来坐，好。好啊好啊，这么多年啊吼，我阁会当记着你，我欢喜的呢。来，咱加一下好友嘞。哦。来。我会阁跟你联络哦。好啊，文雄来，好。呀。政府安那啊，敢有找着人？无啊，内底拢找过，拢找无呢。奇怪，啊，拄则咱明明就看到家门的内底，啊，是咱向头来报警啊。啊对，政府，拄则迄个水查某是啥？哪会甲你讲话讲遮久啊？安尼哦，伊的老朋友啦。我到底要等到啥物时阵哦，才能见到家门啊？政府啊！你莫失志啦，我相信嘉文哦，一定会转来啦。啊，无咱先来转啦。啊，今仔日吼是美丽甲文祥的店开幕。好啦，咱先来转啦，吼。好。哎，奶奶请，奶奶请。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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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哎呦，我看恁安尼筹备哦，遐尼啊久，我今仔会开花，恭喜呢！哇！哦，好漂亮，水耶！水耶！上领导呀！对呀，你好来啊！多谢多谢多谢，恁开店啦啊！祝恁生意兴隆！多谢多谢多谢。啊，静华，你是心情不好哟，安内看个朋友人家。政府在想甲我的代志啦。哎，对啦，阮想欲咧，啊，阮有送你迄开运水晶树啦，啊，要祝恁哦兔年开店哦，红兔大展，予恁数钱哦数到兔。今天我盖啦，数钱数到兔。阿官啦，都啦。政府我嘛盖，来，来你请，金牛奖，金牛奖哦。来来来，快去快去。来，等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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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仔吼看恁大家来，我真正足欢喜的呢。阿伯这间吼，就是咱永盛市场上时尚的黎明中心啦。啊，大家吼，若是要啉好茶，啊，点好四杯吼，加都对啊啦。对啦，对啦，对啦。啊，而且今仔吼，我阁文祥特别准备这南非国宝茶，啊，大家吼要啉偌多就啉偌多，因为今仔头家请客啦。啊！哎，这天然草本的香味足舒服的呢，舒服啊！哎，有影嘞，迄饮料足清香的。阿总，你感觉啦？我来看卖。哇，有一种恋爱的感觉。
文雄啊，后盖我若是要相亲，敢会当约来吃啊？做你来，做你来。那你嘛拜托的人，今仔开幕还闹热闹啊？你卖到讲黑啦。我那有白讲啊，而且南非国宝茶真正足好啉的呢，啉了有种，足舒服。就爽快的感觉，啊，那是爽快，我都感觉，哎呀，好像在恋爱呀！我懂，我懂啦，没错，没错。不是我咧操蛋啦，这茶哦是阮家的主打，当然嘛好啉。对啦对啦，阮家这吼南非国宝茶哦，天然无咖啡因，啊，要困之前嘛能啉咩？而且还能帮助吼舒缓工作一整天的疲惫呢。你们什么时阵来哦，拢会用的，唔免惊哦，困袂去啦。而且哦，佫袂伤胃，内底哦佫有天然酵素，会当帮助消化哦，真正足好个啦！哇，像你哦，安尼我佫要一杯。我嘛要试杯，来。我问你，阿志啊，你要啉啥？阿哥来一杯好不好？好，我嘛过来一杯。好，来一杯，来一杯，来一杯，你尽量啉啦！哈，来，一层一层，来，慢慢享受哈。多谢你，多谢。好迄明星吼，真正甲嘉文哦，小可共面共面，啊，不过迄气质哦，甲清差，甲较早的嘉文哦，是完全无相共。我咧想哦，可能是阮认唔着人啊。所以，有可能是恁认唔着人啊。哎呀，恐怖的啊！这款代志敢会当讲算笑？较早恁阿母甲我介绍对象，你帮我相亲。梦药当作梦吃的吼，金鸡当作是药效啦，来人货不对版，你怎么想的？我就抓汤你啊！你安尼吼，真会失望的呢。你较细声的啦。那无你一边啦，一边啦。你嘛无需要安尼扣分好不好？啊，久的代志，搁多提出来讲。政府啊，歹势啦。袂啦，啊，你嘛是好意啊，我袂怪你啦。政府，放心啦。你找嘉文的生意啊，我相信天公伯啊，一定收到，一定足紧就找到嘉文的。嗯，是啦，啊，即摆哦，嘛敢那会当安尼希望啊。嗯。欢迎，来恁请，来恁请，来恁请。欢迎，欢迎。正华，调查。啊，头拄啊，甲你讲话迄个水查某是啥？我看伊清查，甲环境，敢那拢袂歹呢。你是讲明珠啊？那是我足久以前的老朋友啊啦。老朋友，我看是老七的吧？哦，你跟你讲话安尼嘴笑目笑，佮跟你安尼卡来手来呢。不会啊，你莫看钱也生一囝。其实明珠啊，是我少年时的酒店的同事啦。啊，那时阵哦，伊是酒店的安排呢。啊，不过后来吼，啊你嘛知影，我离别快过几年啦，啊出来了都无联络啊。所以嘛是识吴湘梅啊。是啦，伊甲吴湘梅哦，已经是共一间酒店的安排啦。啊，不过伊两个互相看袂顺眼啦。政府真正无简单呢，拢常常食沙瓦工呢。迄小车查某拢真正嘛无简单哦，阿官啊，你拄仔哦，甲政府看较调的啊，啊无迄只土匪哦太旺咧，对，这土匪旺哦，旺久啊变土匪劫啦，建华，你土匪伤旺啊，我两对好话无？你莫胡白乱讲啦，我哪有啥物土匪啦，无恁讲的安尼啦。哎呦，你莫咧送给听，我是欣赏你，唔是怨妒你哦，就是讲。
来来，坐坐坐坐。爸，你不要紧吧？我，玉姐啊，我看你面色才歹看，敢讲陈龙伊遐伤甲真正烂咯？无啦，爸，你免烦恼啊。医生有讲啊，陈龙只不过是外伤，食几工消炎就好啊。哎呀，害我烦恼到要死啊！就惊冠廷以后无弟弟妹妹啊嘞。爸，你想遐尼做要创啥啦？而且你即马已经有冠廷，你还阁无挽救啊？啊，若无你是爱阮生几个啊？当然是愈多愈好啊！爸爸是惊哦，冠廷呢，才像你同款孤囝，啊，无人啊陪伊耍，安尼哦，唔是足孤单的。爸，有你陪耍就好啊。冠廷有甲我讲，顶届哦，阿公做马互伊骑，阿公会脚较长啊，啊，做足紧的呢。我这个金孙哦，把我当作是跑车啦，啊，我无走较紧的，敢会用的啊？玉姐，咱爸伫咧生理场上哦，话最会紧张，我从来冇看过伊这么听乡里话，就除了冠廷，会用甲伊食狗狗。哎呦，恁都唔知啊，你哦，你这个囝偌巧偌大心呢。伊知影因爸爸受伤哦，啊，回来拢无差，啊，家己哦甲保姆，啊，点点啊伫遐耍玩具啊，耍到忝就困啊啦。爸，多谢你啦，多谢你遐尼疼惜冠廷。哎，嘛当然啦。啊！你干阿这个后生，我干阿这个孙啊，我无要听伊，是要听谁？当然啦，阿个小命命嘞。爸，陈龙，奶奶恁继续讲，我想你去冠廷房间甲看一下。好。陈龙啊，爸爸跟你讲，爱趁少年，应该有一个加生几个哦，像冠廷遐尼高嘴囡仔出来啊。冠廷这个囡仔的气质，还佫有眼神，确实是真正足惨像过身的。这代志哪会变到安尼？不用的，这个秘密我袂用互任何人知影。非常欢喜邀请到咱年轻有为实业家蔡正祥先生，伊嘛是周流行谢雅君品牌共同创办人，非常欢迎蔡先生来到咱的节目现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正祥。侬知影蔡正祥是靠着家己的努力，为最基层拍拼起来少年人，而且你成功了嘛，一直回馈这个社会。想要请问蔡先生？你是因为什么款的动机想要安尼做嘞？就参照主持人讲的，我是出身社会基层，伫市场大汉的。我妈妈是家己一个人开理容院，真辛苦，所以我自细汉就伫市场摆摊，替厝内倒趁钱。虽然我是单亲家庭，啊，不过真侪厝边的阿姨甲阿姐拢真照顾我，我的心内真感谢你。因为我出身伫个社会基层，所以我真了解普通老百姓辛苦。即马趁我有一寡能力的时阵，我真正足希望会当回报社会。
你看夫人自创的品牌，这几年真正非常的成功啊，而且足侪消费者拢足介意恁的品牌呢。你成功了，搁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回馈这个社会，真正是非常的难得呢。不感动啦，这是我的荣幸，因为我的岳父天威集团的总裁谢文良先生总是跟我讲，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这是咱每一个人的社会责任，我一直记在心内。今日你的夫人嘛来到咱现场诶，做夫人真正是美丽，搁有才华诶，就是邀请夫人来甲阮讲几句话。伊是一个真避暑的人，无我来请伊就来。蔡夫人欢迎，小姐啊，谢谢你好。听讲蔡先生要选后一家以外，唔知夫人对先生这决定有啥物款的看法咧？基本上只要是做的决定，我拢就尊重伊的。我阿婆一直来都是安尼，这嘛是阮会当共创品牌的原因。不过，不管你做啥物决定，我拢支持你。老婆，多谢你。哇，看起来夫人非常支持蔡先生从政呢。我嘛感觉真意外，其实哦，厝内上反对我从政的人是伊呢。一开始哦，我确实是无想要让你出来选啦。但不过我感觉，我人真正想要替大家服务，所以我就想讲，我家己做伊的最强后盾。夫人告白真的很感动的啦，蔡先生你有要表示一下吗？老婆多谢你。你为什么要脱稿演出啊？我讲什么我无支持你。那是节目效果，而且事实嘛证明啊，效果袂歹呢。你敢无感觉，今仔恁真受观众的欢迎啊？你，蔡先生，我有看到你的访问，听讲你要选议员啊？是啊，先生，以后是多多支持啊！是啊，请你多多支持哦。没问题，加油啊！好，多谢多谢。多谢你呢，多谢。你看，你看，你看。大家拢知道我要选议员啊，以后你莫伫外口较大细声好啊。知啊。蔡振祥，你这个脚踏双船的笨手，害死家己查某囝的凶手，你有啥物资格讲要违背好不好？你愈接近你的梦想，我几条你的路，就会离你愈来愈近。我会变做你上惊的恶棒。随时给你对调调，你就等你看你的报应。朱姐，带朋友来找我，我就想要来跟你开讲，跟你饮两杯啊。哎，我实在想袂到，迄个老政府竟然是你的爸爸。我嘛想袂到，你竟然跟阮爸识识。哎，哎，迄老政府身躯边迄个查某人，敢就是甲你害到足凄惨的负心汉伊的妈妈？不对，伊就是蔡振祥的妈妈蔡佩娟。想袂到，迄良心去有够薄去的笨手，啊！伊妈妈阁生出袂歹啊！
朱姐，你想哪跟我爸是啥？我两个哦。我少年的时阵是伫酒店上班识识啦，迄个时阵我还未结婚，我是酒店的红牌，所以你算是有交情哦。哪有交情哦？我以前吼足欣赏恁爸爸的，迄政府少年的时阵哦，人生做烟斗，搁讲义气哦，迄足侪小姐拢足介意的呢。想知影伊到最后，竟然去选择迄个假掰的吴香梅，吼，真正甲气死啊！老政府是你的爸爸，啊，敢讲？伊迄个吴香梅，伊是你的妈妈哦。我无妈妈，伊自我生的时阵就甲我放生，我是阮爸一个人抚养大汉的。听你的口气，你甲你妈妈感情无好哦。我以前少年的时阵吼，甲吴香梅嘛袂合啦，所以你放心，我永远拢徛伫你这边，朱姐，你要帮助我之前，敢若我妈想讲要搞调查，遐尔简单就相信我？还是要调查啥啦？你甲我斗三工遮尔多，我当然嘛相信你啊。啊，搁再讲吼，就算讲你是我的元首人，以我的个性，我嘛是会先甲欠你的老恨乎你，然后再来对付你啊。多谢朱姐遐尔听话，遮尔信任我。哎呀，三八啦，咱两个讲这要创啊！啊，以前哦，我甲恁爸爸两个实在是感情袂歹。啊，虽然讲真侪查某人咧介意，啊，不过我介意。我警告你，你若敢把代志讲出来，你以后就免孝顺跟伊面合作，你家己想清楚再去讲。正啊，妈，啊你是甲啥在讲话啦？啊，哪会讲到安尼大细声？真正合作过的厂商啊，这摆去已经批准了提案，既然讲要换别间厂商代工。这间厂商啊，伊讲啊，咱若是换别间厂商，伊特别甲我想甘么样的代志讲出来。啊，甘么是邱有英发现你提这厂商甘么样啊？这么是有可能啊，伊是有见过我，也毋过即摆手头无任何的证据，伊无法度对我安怎。俊豪，也毋过你即摆熬这一片的钱，啊提这厂商甘么样，这拢是细条。你即马上较重要是爱先劝落这宽容才对。妈，阿妈倒来这个屋，邱有英在公司，伊处处咧为难我，伊什么重要的决定拢无要让我插手，我是免咱出公司的宽容啊。你即马就是爱较有耐心的，你敢知影这历史上会当做王的人，拢是上有耐心的。你就豆豆啊等，总有一天你会当等到的。妈，我无想要再等下去啊！俊豪，邱有英这个人心机这么重，这么歹对付，咱就偷偷啊等，啊等等到有一天伊老啊，我都唔相信讲咱两个无法度等下一个老人。妈，我真的无想要再等啊！我以为这个镜头怎么突然愈严重啊？我若无较早把一片的资金挖走，恐怕会是真空啊！哎，好啊啦，莫阁讲这种话啊！医生有讲，只要你把病情控制得好势，你就袂阁恶化。你要对家己较有信心诶。妈，这时间拖愈久，邱有英对我的防备心就愈强。到时阵啊，伊无得抗，伊就把所有的路拢封死啊！我真正倒啊，都阁等落去啊！俊豪，你听妈妈讲，就准讲你即马无想要等。你嘛一定爱等，假使讲你若真正想要做大事业，那呢你都要认清楚现实。假使讲你若无遐个把握，你是绝对袂当出手的呢。
遐若无死搞，咱唔若无法度甲这屈有英扳倒，啊，真有可能阁会予咱家己有危机。那是安尼，我得先甲屈有英解决掉。俊豪，你心通乌白乱来呢？不管屈有英安怎对待你，你第一甲总是有你的地位。啊，假使讲你即爿若做出一寡违法的代志，你的人生就毁掉啊！妈，不是啊，你敢知啊？即爿我的病愈来愈严重，我时阵痛到我食袂落，我嘛困袂去，你根本就唔知我偌痛苦。我即摆真……啊，你先转啊！妈，我的牙齿真正是愈来愈严重啊！我先转安尼，你讲袂，先转袂安尼对待我。告诉我，我若因为安尼我就走去。我真正做唔甘愿嘞！好啊，麦哥讲，我先当来去病院看。来，医生根本都无法度医我这款病啊！是麦讲遐尼济啊，先来去病院啦。这里啊。李先生啊，伊是因为伊个人泡吼变大。啊，腰子的筋膜无法度伸缩，所以才遐尼疼。啊，你平常时吼，应该爱多提醒伊吼，啉一挂水，啊，尽量吼，莫有剧烈运动。医生，请问一下，假使讲侯先生的状况，若是一直拢无改善，安尼安怎？这种病例吼，到最后。大部分的人吼，拢是爱西药剂。爱西药剂，那安尼食药啊，还是讲，敢有其他的治疗方式，会当完全治好阮后生的病？嘛不是无啦，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换药剂。不过换药剂吼，爱符合一挂条件，尤其是就是爱先西药剂了后。再当开始进行登记，啊，了后再等有适合的药剂来换。医生，要唔过我听讲，若是要换，等这个药剂吼，通常拢爱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啊，后生无可能爱受遐尼久的折磨。啊，是，你敢袂当直接甲我讲，爱偌济钱，都免等遐尼久啊？这不是钱的问题呢，这是法律就安尼规定，一定爱照安尼办。除非有一种方式，就是伊家己的亲人吼，有要捐药剂给伊。啊，若无其他的人，拢按照这种程序落去进行。安尼我捐给阮后生啊。嘛，不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捐器官啦，都爱看这个器官的符合。啊，嘛爱经过阮检验啦、评估啦。你如果呐有确定要有恁后生吼换药剂，安尼哦，我会当安排你来做检查。好，好，我就安尼，系。多谢你。俊豪现在状况越来越严重啊！我是不是应该趁这个机会去找俊豪的亲生爸爸，让伊知影讲伊有这个后生？到今晚拢未来公司，我一大堆代志拢卡在伊遐，伊拢都无法度处理呢。俊杰，俊杰，那是你啊？哎呦，奇怪，我之前不是跟你讲过啊？你入来之前，我先动一下问，你是听无是无？做落个礼貌的。你到底在想啥？
我咧想阿妈，咧想啥？你骗啦！我头头明明就看到，你笑到袂输看到春联咁快。你想刘海婷对无？哎，哪只鸟搞啊？又着又着啊！哎呦，俊杰，我咧甲你讲过啊，你绝对袂当甲刘海婷做伙。哇，你真正足烦的，见光拢讲这句话，你袂烦哦？我听到神啊！因为你拢听袂落去，所以我只好一直讲啊。真正是我头壳歹去。我就感觉吼，我未发生车的时阵，我头壳真歹，所以我才安尼上会火。不过经过哦，车搞弄一了吼，我规个头都精神啊。我咧讲啦，这摆我绝对无可能甲放弃火。俊杰，我会甲你苦劝，拢是为着你好。你莫忘记哩，以后你是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啊，不过刘慧婷只不过是一个红娘养的孤儿，伊根本就配你袂起。哦，啊，若是照你安尼讲哦，你嘛是孤儿啊，你嘛配袂起你噶。啊，无啦，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意思是讲哦，无你啥物配起配袂起的啦。咱人上界重要的是人品，人品。知无啦，参像慧婷啊，人品这么好，有当初我甲感觉我顶都配袂起伊的。哎，该讲说侪哦，你嘛听无啦？你有代志无？若是无其他代志，紧出去啦！对吼，慧婷的人水，人品又够好，一定嘛有人哦咧甲追求啊！敢会是阮分手的这段时间，有人在甲拍？喂，我来查看嘛，这网络顶面哦，有啥物拍起来的皮薄无？哇，就是这個。是啊，之前有讲过啊，就照安尼行，好啊，妈，好啊，无到时阵我再跟你联络啦，哦，好，多谢你啊，拜拜。安怎？妈，我甲你讲，你一定要赶紧阻止伊。俊杰偷偷甲我讲，伊要重新开始追求刘慧婷呢。好。哦，妈，你哪是这种反应啊？丁哥哥之前跟我讲过啊，伊甲你讲过啊，那恁你啥那，你啥那拢无反对啊？大慧婷人袂歹啊，我想怎啊要反对？妈，你哪安尼讲啦？啊，当初阿妈遐尔反对伊两个人做伙，甚至反对到俊杰若是唔听话，就无爱互伊做接班人呢。妈，你一定要赶紧甲俊杰讲，甲俊杰讲，伊绝对袂当甲刘慧婷做伙。那不，你给刘慧婷辞职，跟以后不准来咱公司。可心，当恁哥哥要跟什么人做伙，对我来讲一点仔都无重要。今麦上大的问题是你，现在你对俊杰一直拢放袂落的。我哪有啊？我只是无希望伊以后会后悔。不是，你是唔甘愿看到恁哥哥爱别人，而且迄个人阁是你自细汉到大汉，一直要甲伊比较的刘慧婷，对不？我甲伊有啥物好比的啊？参像伊这种出身的查某囡仔，是凭啥物隔礼拜咱立个这总经理夫人？可心，你哪会当用这种态度去批评别人啊？你有想过无？当初是你叫我阿妈赶出去，是啥物人出手甲你斗相共的？啊，阁有俊豪过了面。替你的代志来讲双笑，是啥物人站出来替你讲话？你无法度甲伊做朋友，妈妈袂怪你。啊，不过你袂当安尼，处处针对伊，一直在伊后壁讲歹听话。妈，可是，即摆有问题的人是你，毋是刘慧婷。好啊，等我开会要知道啊。到店的文件替我提给阿姨，现在上来会议室哦。是的。
总经理无伫。你家己无话少，别看。你是安怎啊？一头早来气噗噗啦！刘慧婷，你伫要做我的大嫂啊？李可欣，你嘛较拜托个，五年过去啊，你也是无法度对俊杰死心心嘛。喂，你叫啥呐？你哪会徛拢徛袂稳啊？你叫啥呐？你关心我？我是安怎要关心你啊？你免阁假啊！我才晚到公司几点钟啊？尔尔，你得一直敲电话我。还是讲慧婷即马甲俊杰要做伙啊？你阁想要当找我这个老主顾哈？我甘愿去死，嘛无可能甲你这个傲少年做伙。你是倒位变个俊杰啊？你可是你，好笑的。对啊吼，我拄只有甲新民求平安符要互你，你较快才过来甲我摕。妈，我也是足疼的。啊，那安尼啦，啊去上班之前唔是有较好啊？那可雄雄疼起来啦？我嘛唔知影，因为我今麦真足疼的。啊，你今麦疼到安尼，敢有去互开药？应该是讲可惜，因看到啊。无啦，今麦可能我一个人在开药嘛，姑息。那安尼，你听我讲。你即马就先回去你的办公室好好休困，啊，先甲医生开予你的药啊，食食的，啊，莫管安尼四界乌白走，较免去让人发现你的状况。啊，看完的，你若下班，妈妈再过去接你，知无？我知啊，妈，也毋过我知我牙齿愈来愈疼，我毋知影我病是毋是好起来，我更毋知影我敢紧会过去。哎，俊豪，你莫当只乌白讲。医生讲吼，你只要靠我控制病情就好啊。假使讲若真正无较好，我会想办法甲你换药剂。啊，那拢先坐啦，先安尼啊。好啦。俊豪的状况一天比一天搁较严重啊，即卖真正袂当搁拖啊。我到底是要怎做才好？啊！顶个秀如甲坤辉啊，明明都伫咖啡厅有看到嘉文啊，啊，谁人咱过去吼，咱找无人啊？应该是咱搞进前哦，嘉文就先走啊。咱即马干呐要先追求生命保庇啊。俊豪，小妹啊，啊，你也来拜拜啊。我来替俊豪求一个平安符啦。啊，拄只听到恁在讲嘉文，伊即马状况安怎？啊，进前秀如讲哦，伫市场附近的咖啡厅有看到嘉文啊。啊，不过阮过去的时阵，伊人应该已经走啊。嘉文这个查某囡仔，自细汉就足倔强的，伊即马应该是心肝内对大家还阁有怨恨。我看短时间内若是想要记着伊，这是足困难的啦。伊应该嘛是去拯救咱两个，赶快向你告诫。现在只能等待他自己想好开了。医团这款事情根本就没得选择，尤其是自己越不喜欢的越会拯救孩子的身躯顶。这款事情你烦恼也没路用，就像你说的，没法选择。静武，我问你，假如说你的孩子若是得到一种不好的病，需要你去捐器官去救他，你这个做爸爸的，应该愿意为伊牺牲哦。当然啦、啊，只要是囡仔有需要吼，不管我做啥，我拢会愿意。吴小美，
你是不是在笑小舅啥？你这个人真正是足敏感的呢。我安尼凊彩问一句啊，你就淡薄胡白乱想，不是就好了。对啦，小妹啊，明珠啊，你还记得吗？之前看到伊吼，伊去我们 KTV 的。我当然嘛会记得，也不过伊若是在你的面头前讲到我，我看嘛毋是甚物好听话啦。去记以前阮两个人一见面哦，就为着你在冤家。其实伊也无你想的安尼啦，还搁再讲啊，迄代志拢过去遮尼久啊。那个明珠到底是谁啊？你当我看到伊哦，哇，骨身骨身安尼金光闪闪哦，看起来介好样嘞，哈！而且哦，一看到这，我嘴笑甲嘴要离开，过你哦，脚来手了，看见就爽。啊，你家己不是同款，啊，有嘴讲别人，无嘴讲你家己。哎，啊，你拄仔不是讲你甲那个明珠是死对头？我安尼讲，你电脑在甲我亏，你真正。好啦，就是真个无同，除了洗洗睡以外，迄做工课又搁认真，搞我根本就是天作之合啦！喂，你这边是哪儿？食品研发室啊，赶快啊！对啦，啊，卡片，卡片唔免啦，你直接过来就好啊！我稍等，下回一个 surprise。卡等下，慧玲收到花，一定会足感动的。刘慧玲休假吗？有人要送花给你，帮我抢收一下。我的花。对啊。哦，好。多谢你。我卡片是啥物人送的呀？奇怪，慧玲看起来哪敢那无讲介欢喜啊？唔对啊，这爸妈一排组对面写的反应都毋是安尼啊，还是讲我兼做倒一项代志啊？你当时来啊，鬼鬼祟祟的呢。无啊，我哪有咧鬼鬼祟祟？我是闻到，春花朵朵开的花香味，我唔才过来啊。你是讲这哦？系啊，哦，哇，是讲哦，这花像啥个？这样遐水啊？啊？哦，我嘛唔知是像啥个。啊，我知影啊，一定哦是哦，介意你的人哦，伤济啊，啊，你总袂记是像啥个对吧？歹势，我行情无遐尔好啦，而且我刚刚当过一届恋爱，迄过去上海，到即马拢还袂好咧。啊，若要讲哦，介意我的人，我知影有一个人哦。无唔对，就是我。这束花哦，代表我对你爱。这哦，一定是上顶迄个人送来。哦，好俗烂呢，竟然卡片拢唔敢写。无啦，真哦，可能是上林送你诶。我真正是用什么时代，叫我早起竟然用送花，而且副总我甲你讲，这每一种花我单独看是真，所以我问题是你配在一起收花啊，看起有够爽的啦。你看有够花，花落落无好看。啊，我问看卖外口女同事，什么人要爱，大家分分的。等，不。这花，这花这么水，你竟然要送给你的同事，
这花哦，得爱1250块呢。哈，遐尼俗的花，竟然爱1200？哈，干姐，你哪会知影这花1250块啊？啊，我，不是啦，我得咧做生理的啊，所以我目睭小眼一下，我就知影。哦，不要紧啦，我是送我大家好。不是啦，袂啦，袂用钱啦，这是我你。刚刚副总这是你送的，喂？这咩哪有可能啊？我意思是讲哦，我哪有可能送花啦？而且我嘛不可能送这么爽的啊。哦，好啦，无我提起给大家分分的。你留位置，留位置。既然把我送好的花分给董叔，而且还遐尼爽，真正是唔捌话呢，这。想要讲哦，这招对刘慧婷来讲根本就无路用。不要紧，我继续用第二招对付伊。不管食啥，配这白鸭蛋拢足下，免感谢我啦。嗯，免啊，你家己啉就好啊。啊？啊，迄束花呢？迄花哦，我拢分互同事啊。哎，副总，迄规个办公室拢是春花朵朵开的边的，你若想要看，咱去查清者。啊，好。好啦，时间差不多啊，我先来报名啊，哈。啊。哎，就既然慧玲即马这样无闲，那安尼哦，伊就更加需要我关心。慧玲啊，哎，副总，你辛苦啊！这是我专工排队买的手工饼干，你试吃看卖。哇，手工饼干嘞，哎，这就排买，你排队哦，啊，排偌久啊？啊，无偌久啊，才2点钟尔，只要你会当吃落欢喜，不管爱我做啥，我拢欢喜。副总啊，我为早起无闲到今嘛，真无简单才有时间泡一杯茶来啉，我连去便所的时间拢无，你竟然用2点钟的时间去买手工饼？哎，都，其实是我叫员工去替我买啦。啊，你嘛知，拄则我嘛做无用的啊，我袂晓甲国外厂商开视讯会议，而且我家也看迄股份。哎，副总，你咧更加袂用的，你安尼算是利用你的职权红便叫员工去替你买物件，这也不是应该做的工作？安尼算是职场霸凌呢？哎，副总，遐细哩啊，今嘛网络论坛足济，遐员工若无欢喜，又袂抛上网，你有可能就采取我阿姐进前共款哦，互遐不理智的网友公审。哦，是安尼哦。哎呀，遮个手工饼干卖浪费，我提起互你可心食，我今嘛咧减肥，袂当食甜。不，是讲你想要食啥，我替你叫外送啊。甲你讲，我咧减肥，还佫一直叫我食物件，是听无？你无需要减肥啊，减肥的人是你可心唔食着。我由国政起来做总经理，这部戏到底是行得对还是不对？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伊当作是猫仔饲伫个身躯边，即卖伊大尾啊，敢会变成虎，反头过来咬我？袂用的，我还是来去公司告调的较妥当。唉。你伫咧找啊？啊，哎，好啊，等下哦，爸爸拍算要去公司一撮啦。哦，啊，国顺哦，拄做总经理，公司有真侪代志哦，伊可能无啥清楚，我袂放心啦。爸，国顺对伫你的身躯边遐尼久啊，你还阁袂放心？哎，哈哈，戆囝，有真侪代志哦，我甲你讲袂清楚啦。上顶是爸爸一手创立的。就亲像我亲手栽培的囡仔，无家己去顾调的，免来放心。爸，你就是因为一直安尼想，才会家你家己不敢遐尼忝。爸，你听我讲，你一定要学会晓放手。啊，若无敢讲，你咪安尼一直做，一直做，做到你老苦苦。无做敢会用的啊！我要做到
等到冠廷大汉啊，做我的接班人，我才会用休困。哎，是讲哦，我敢等袂着啊！哎呦，玉姐，你是安怎？啊，无啦，你只咖啡无啥会拔出来啊。啊，你个病！啊，多谢啊，谢你。嘛好加载啦，冠廷啊去幼亭，那无你就会参像伊生日迄天哦，看到火哦，就提水来泼啦。哈哈哈！对啊，爸，冠廷这囡仔真正是足巧的对无？啊，陈老，玉姐啊，爸爸的基因这么好哦，啊，恁阿公母还加生几个啊？那不，哎，足可惜的。爸，这顺其自然啦，啊。对对啦。啊啊啊！顺其自然啊，加油啊！哎哎，对对对，我会记得哦。当初恁两个去美国旅行，才有冠廷的。无安尼，啊，恁阿妈无安排哦，二度蜜月。爸爸出钱，我拼一个回来，啊，好不？好了好了，爸爸今麦要去公司，啊，妈，还先啊，找一撮银行，啊，来，我先去准备一下，啊，好，玉姐，啊，听起来，爸对我抱一个孙的期待。越来越大，安尼你的压力是不是真大啊？你拄则不是讲顺其自然？玉姐，你是安怎想？哦，无啦，拄则可能是迄咖啡无小心泼着，有淡寡烧，无代志啊。哦。啊，对啊，陈龙。爸的生日要到了呢，今年是六十大寿，你敢有想好要安怎替伊庆祝啊？啊，这我早就想过啊，啊，不过我未想到有啥物特别的。嗯。哦，无安尼啦，咱来去找国胜做伙参详好不好？看伊是毋是有啥物特别的想法。嗯。咁一定要找伊啊。玉姐，我哪会感觉最近我只要提起国顺甲晶晶，你就有一种要闪避的感觉。敢有？我无啊，我只是惊讲因工课伤过无闲啊，要去教育因啊。哦，袂啦，咱代志讲完就离开啊，啊。今嘛总算是让我坐到这个位置啊！你有过，你就好安心做一个有名无权的董事长。所以，就看我安怎慢慢啊，甲你认知，我一定会让你安怎死拢唔知。进来，张经理。有恭喜你升官的花篮哦！这都是哪个花啊？啊，有卡片，我替你看卖啊。恭喜上烟斗的男友林国胜荣升总经理，大展宏图，追着女友高晶晶敬贺。多谢了，这样。我跟你讲哦，晶晶。嗯。你真是哦，就讲比鬼比怪，你知无？哦，阿哥唔来我回拿哦。嗯。我有准备一个浪漫之夜。嗯。无啊。是安怎？讲出安尼啊。你安怎啊？你想去倒位啊？我是讲，我订一间
气氛足好的餐厅，暗时要请你食饭。你是惊我把你嫁去哦？我是你的女朋友哎。我知影啦，想说你一直咱公司的业绩哦，一直也是 top one， 因为你的战斗力哦，真正不是普通的强啊。哼，还得了个？我的字典里面没有放弃两个字。那你今麦写绕口令下？当然强调一下，总有一天我会变成你的唯一。进来，顾生，陈龙，陈龙一杰，金金马爹呀，对啊，这里啦，这里啊，我拄啊好，你甲顾生讨论讲，我暗时要请伊食饭，食饭哦，嗯，真好啊，顾生，你千万唔通因为阮爸给你的工课去耽误着你的感情啊，啊，金金，阮这个就亲像工作机器人同款的兄弟。就告好你哦，不问题，我一定可以默默的感情，赋予他人性化的生活。啊对了，陈龙，你今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代志要跟我讲啊？哦，就我爸六十岁生日要到啊。啊。之前我爸都咧无闲工课，从来唔啊好我过生日。今嘛，我你做总经理啊，伊嘛总算是较有闲啊。所以我想讲，会用好啊替伊做一件生理，就走来问看卖，看你敢有啥物特别想法？无安尼啦，咱找一间好食的餐厅替伊庆生，你看好无？啊，袂歹咧，哪里再搞好我头顶啊？当初就真正拢会常常学了外公啊，常来请人客餐厅拢做赞咧，啊，我来是来负责。伊绝对会满意。确实的啊。好啊，那呢餐厅的部分就麻烦静静啊。好。好。啊，不过阮爸介意食啥物款的料理，玉姐较了解啦。我再叫玉姐甲你讲。好。嗯。玉姐，麻烦你啊。刚刚国胜真正是冠廷的爸爸。不行的，我一定要甲这件代志报清楚。李姐，你看我听到。嗯，陈龙，你做啥拢啥？我拄则是讲，静静的负责爸设立餐厅的部分，啊，不过你较了解爸的口味，所以可能爱麻烦你，给静静一寡意见，好不好？哦，好，这当然无问题。嗯。是安怎？我感觉你有淡薄心不在焉啊。无啦，我哪有啦？我拄则是咧想讲，冠廷敢若有交代我一件代志，毋过我有淡薄袂记哩啊。你袂记哩啊？布丁啊？哦，对对，布丁啊！李佳，不是，这个布丁哦，是冠廷家己做的，交代阮。一定爱提给你吃哦，安尼啊。你吃看卖，这是伊家己做的。啊对啊，晶晶，歹势啦，我唔知影你今仔日嘛伫吃，所以我得只有摕一份来。后回哦，我才给冠廷做的给你吃。哪件呐？来客气。安娜，拢好食。地面，哇！而且我的囡仔有法都做到这么好食，未来一定是不得了的。等伊大汉哦，我可能我这个蓝带主厨的头衔爱我伊来做啊。冠廷若是听到你安尼讲，一定会足欢喜的。嗯，好食。是啊，你安尼甲学到，我一定甲冠廷讲。好我就好了，好，坐下。只要有这支糖丝啊，我就能知影冠廷爸爸是不是国胜。刘冠廷啊，你今仔日今要送啥？无啦，多谢你送我回来，啊，你紧回去休困，拜拜。来来来来来来来。
啊，恁爸之前哦，伫电梯受伤，我想要去甲关心一下，好不好？拜托呀。好啦好啦。嘿嘿，来。爸。阿姐，哎，阿你有拍好啦？哦，有啦有啦。哦，阿你咧看啥？哦，我伫追剧啦。啊，我真正送着物件。哎，阿姐，快点来。谁有你？我们上班用电脑，下班滑手机，回家追剧。来，这也当好难哦，每天有神。哦哦。那位少姐啊，这是叶黄素，让你这喝有神保养，而且是独特液态胶囊。内底的叶黄素哦，原料萃取自天然植物珍贵万寿菌，滴滴精粹。哦。有做功课，这是七十年的大牌子呢。嗯，你讲的，我算当然拢是算上好的啊。它分子小二分之一，很好吸收。双叶黄素哦，就是爱选这种吸收效果好，啊，你真是赞啊！哦，姐姐，多谢你。老伯啦，照顾公司的员工哦，要靠你出来带头。那是我做副总，嘛是做主管的建议啦，对不？啊，对了，你暗顿怎么吃？哎，我出面来吃哦。啊啊哈哈哈哈哈！啊，等咱来做伙吃，啊，想说来讨论一下哦，这市场的产品快单甲开发八种新的未？副总啊，我今日哦无闲规工啊呢，真正足忝的。即摆伊是下班时间，敢毋敢互我休困？已经回去好无？你着真正遮尔啊，无想要看到我？无啦，明仔日公司唔着，当看会着啊。好啦好啦，那你休困啦。哎，阿姐。我先来去啊！好，哦，孙爷，孙爷，拜拜，拜拜，好，拜拜。爸，我甲你讲哦，今日余俊杰哦，三姑爷做来研发室找我诶，偏偏我感觉足无用诶，哦，即摆总算会当好好帮我轻松啊！啊，对对对，慧婷啊，诶，今日这节目足精彩，足好看哦！我就是想要赶紧看，才叫你叫伊回去。我吼，爸，你卖破梗哦。哦。哎，这人够哦，是不够凶的呢？是不是？关心伊还够有伊身躯边的人，一招嘛无效。我到底想要倒一招才会赢？哎，玉仁，来，我问你一下，刚才你有用无？有安怎？你甲慧婷出生斗阵大，你是不是足了解的？会会啊，那我请你食饭，当然嘛好啊。好，行行行。你讲你要重新追求慧婷，看你这个表情，我就知影你足赞成的对吗？毕竟我甲慧婷是青梅竹马，而且伊杀我杀到要死，伊是我的情，我嘛是伊的情人，所以阮两个人是注定爱做伙的。所以你今日找我来是因为。伊拒绝你，你爱我改到上台湾。伊要拒绝我啦，伊只是无想要接受我的对伊。迄个叫做拒绝。哈？哎，兄弟，我知影叫查甫囡仔，就是爱投其所好，所以我唔只会走来问你，看刘慧婷平常时哦，伊爱食什么物件，伊兴趣是啥，爱做什么活动，啊，好哟，豆豆累积一对外好感，到时候我甲表白时，一定会成功啊。兄弟，你这摆到底是认真诶，还是日子过了伤过无聊，想要找代志做哈？我这人看诶，敢有遮尔无聊？吗？哎呦，兄弟，你嘛安尼啊？经过孤单啊咧，我无交其他诶女朋友啊。我发现哦，我真正足介意慧婷诶，所以我希望我会当重新甲伊做伙，啊，伊做我诶女朋友啊。你希望伊做你诶女朋友，啊，然后咧？你讲什么创意？那是代志顺利，伊有个愿意，我当然买创意啊。无你是袂记当初想要分手的，是不是？你即个那认为讲，即个结果会无同款啊？这东西，你讲我爸，伊即个袂为着你安尼伤心到目屎啊？啊，这摆甲顶摆无同啦。迄个上届欢愉，迄个哦，即摆倒伫咧病床啊，人个死死昏昏，还袂精神啊。所以，趁伊即摆还袂精神的时阵，你甲敲落去。是哦，柴米煮食饭哦，到时哦，伊想要反对都袂。这个理由听起来哦，不甚可靠。哎，兄弟啊，你甲我哦，拢是慧婷好朋友诶，敢讲你无希望？
看到我们两个有一个好结果。这个我袂当参照进前同款，一直鼓励俊杰去用伊，我替伊把关，可好用俊杰，敢真正准备好啊？你敢知影？先生，我伫当报告拢变安怎？为什么？啊！敢讲？敢讲你你你嫁伊查甫呀？你唔是嫁伊查甫诶？恁全家伙拢嫁伊查甫呀？我伫报告女朋友，迄是因为我嫁伊查某囡仔，伊正常嫁其他诶人，吼。所以我只好吼，按手提身躯边，安尼等待，等待有一间人能看到我的好。哦，哎、欸，兄弟，想袂到你这人这么痴情嘞，哈哈哈！哎、欸，唔对嘞，等等等，刚讲你讲迄个人是刘伟廷啊？唔啊。啊！那为怎么开始哦？咱都不是兄弟啊，你就是我的情敌啊！嘿，哥哦，你可能爱继续做你的罗汉卡一世人啊，因为会着一生只我一人。迄是因为哦，伊卡早想过单纯啊，所以唔得连想都无想，大概做伙。亮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伊早都把你放下。既然你讲吼要重新追求的，安尼哦，你就是别把出手啊。我好怕，我真正足惊啊！刚刚你拢袂记啊，是不是啊？恁李家的人，除了恁妈以外，全部人拢捌欺负过伊哦。当初伊甲你做伙的时阵，大家拢成日风风雨雨呢。干那我会当互伊单纯平安的幸福，总有一天一定会了解。干那我大概牵出行一世人。我甲你讲啦，伊若是愿意甲我重新做伙啊，我甲你保证，我绝对袂互恁李家人甲欺负的啊。啊！你当初就做袂到，现在怎么做到？哎呀，我来变看卖只来知啦啊！来啦！俊豪，啊，你有记得听讲呢？我看阿七你留伫我遮困啊，卡面到时阵我开语音，也是可惜因发现。我知啊，啊！你家己在你家，也是在公司哦，一定要较细腻嘞。俊豪啊，阿妈，我听你妈妈讲哦，你身体如果你无爽快啊，这是我按照较早唐医师贴的中药，啊煮的温心保养的汤，好你哦，调节你的气血嘞。多谢阿妈。啊，去，谭小玲。啊，今嘛这油脂，乃变个这严重啊！妈，最近是我听，你莫烦恼啦。你就是万配啦，明明这严重啊，阿你讲不要紧，一个公孙，我知你是跟阿妈烦恼。才讲无啥听尔，对无？阿妈，可能是我最近这工课伤忝啊啦。我歇睏一下，即阵啊吼，静养一下，就会较好啊啦。所以讲啊，你安尼就爱加休睏，啊下班就爱紧转去，唔通搁你外口爬爬走，知无？知啊。来，伸一嘴啊，紧用力来。好，你们，妈，啊，你敢有熟悉蔡秋堂医师迄种医生啊？要若无伊即马转去美国啊，我是惊讲，若是讲安尼继续拖落去，俊华伊的病情会愈来愈严重。我会记你唐医师又收一个徒弟啊，敢若住咧桃园诶。啊！我明仔载，明仔载我来找一个朋友，我问看卖。
看是不是能联络到。好，啊，若是有问到，明仔哦，咱就带俊豪去予迄个医生看。啊，即嘛上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家己的病情控制落来。啊，对啦。我看俊豪啊，哎，真哩艰苦，阿妈就甘。啊，另外啊，阿妈佫家己讲一话，好嘛？阿妈唔免啦。我有小可点嘛，无先去遐困好啊。好。好好好，来。今日去遐困，快打电话。爸爸的。好，去遐困。俊豪，爱得这款病呀，真正足麻烦的啦。是讲这好爷人奈个？哎，爹地这么歹，因个李家有这款啊有机的遗传病，真正真害啊！妈若是知影俊豪不是有一个后生，伊绝对不可能原谅我。妈，医生有讲啊。阿公俊豪，这是一种隐性的遗传病啦，唔是讲吼有遗传到的人拢会发病。阿干来当讲俊豪的运气较歹啦，有影运气歹。有志啊，失踪这么久啊，但今嘛人啊，有伫的无伫的拢唔知啊。俊豪，迄自细汉都无爸爸陪在身躯边，即马搁得即款遗传病，这么艰苦。我希望吼天公伯啊，你都大慈大悲，好好保庇因伯仔仔两个，莫搁让因受苦。哎，头家拢唔放下啦，安怎钓拢钓无啦？啊，头家拄才出去，咱趁这个机会哦，去找太久。咱去找太久要创啥？因放下啊，这新来的话路就钓底啦。咱就甲伊讲，是头家吩咐的，伊伫咧上真懒的啊。哦，行行行行行。太久，晚太久。开始做呀。恁头家叫阮哦，来甲你讲啦，讲即马爱放虾啦。放虾啊？爱放偌济啊？爱放虾啊？哦。我来叫你也创啥？谁叫要放虾啊？放这么济，大家拢免钓啊？用好的就有啊，这拢是钱呢。因两个讲是你还我呀？你在讲啥？靠这个月薪水？头家，头家，你袂当安尼啦。阿英是你哦。大家发薪水啊，伊拢扣阮太少的薪水。哈，你做头家不心甘情愿发薪水，那你干嘛请员工啊？你自己做就好了。唔太少，确实是伊家己做唔着代志啊。安，我念啥伊哦？空哥，啥物空？明着有，空。阮太少，空哥，就是空哥，真够都看花了呀。大家拢爱面领钱，为什么伊爱心领？我要你在我面前发薪水给太久，啊，不然呢，你又扣他薪水。你这样子做啊，我以后不会介绍工人给你了。妈你啦！我要安怎？更换薪水啦！明叫做乱太久。
拄着是大只鱼。阿哥多谢。你的早餐还有他们的。阿哥哦，阿哥再去，上爱吃你做的早餐。看我爱做海面包，蛮美的。哇，也蛮美呀、啊。阿妹，喂，吃早餐哦。来来来，哦，蛮美，就胖的啦，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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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再给你等你啊、哦、老板警察先生枪有什么事有人检举这里有非法移工我们依法来进行查缉王梦啊大林温家那我相信非法移工那位是你们员工吗是啦先生站住我是台湾人啊，麻烦出示一下证件。我真正是台湾人啊。哎、欸，警察先生，不好意思，可能有人谎报了。我是越南人家来台湾，我有身份证哦，我还会跳越南的流行舞哎。等等，小姐，不要妨碍公务。假哎假哎，不要跑。怎麼找不到這個地址啊媽、啊、你怎麼確定這地址沒不對啊我抄下來以後又跟湯醫師那一字一字對過這就是到底地址沒不對啊你看我再看一下還是說你直接靠湯醫師跟他確定一次的話、啊、我怎麼可以靠我剛才就靠啊，唐医师在美国，即马这个时间已经在休困，还是要安怎卡？是讲嘛咧奇怪，啊，这门牌号码安尼乌白条，咱是要倒吹啊？啊，可能是这个门牌较复杂，无安尼啦，我直接去问这个人安尼较紧啦，你直接等我。好。行了，哎呀，伊这青鸭长历史都无咧看咯。哎，这人的体型哪会这面色啊？阿姨，你无受伤吧？哦，袂要紧，袂要紧。哎呦，我无代志啦。哎，警察先生，你是咧录音的人哦？是啊，伊真可能是非法移工，我咧查伊身份。哦哦，哎，唔免管我，紧去了，紧去了。这敢不是薪水袋啊？哦，咱这钱，妈，咱拄只哦找唔到位啊啦。哦，啊，你提这是啥？拄只有一个非法移工哦，被警察抓啦。啊，伊无相信，把我弄倒。啊，我爬起来想，就看下这薪水袋啊，我就甲捡起来。哎，这内底钱足多嘞。小美啊，你看麦。我这名是多一个的人啊！
软太久，所以可能是我咱那边的人啊。我看哦，咱把这钱哦，送去警察局啊。哦，不过咱若把这钱交警察局，一定给警察没收去啊。虽然讲诶非法拘留是唔对诶代志，不过我想一定有不得已诶苦衷，多一个人愿意讲去告我，啊找头路，啊趁钱，这嘛是辛辛苦苦赚来诶薪水。我想咱应该甲薪水还伊才对啦。问题是即嘛人都唔知走去倒啊，是要安怎甲钱还伊啦？我这个看到迄薪水袋啊无去，伊就翻头转来找。我直接等你就好啊，妈啊！你拄只不是讲有警察在录伊，啊，伊要哪有可能有迄个胆，搁转来摕这个钱？你真歹讲哦，我即马有闲哦，我就直接等你。伊若转来哦，我就把这薪水袋啊害。虽然我无看到伊的正面啦，也毋过我有看到伊的形体。伊若搁出现哦，我就认得出来啦。安尼，你是要安怎认啦？我就看伊迄个伊的背影，敢若亲像有一个，对，我用眼看，真正伊背影足像有一个，甲有一足共款。妈，你敢袂当莫一直讲着有一啊？真正啦，伊真正哦，迄形体甲伊是作像的。你若有亲目睭看到哦，妈，你若真正要等，无看你倒一工有闲，你豆豆仔等。即嘛咱上较重要的是先去找唐医师迄个徒弟啊，好不好？好啦，行啦。蛮精彩啦，但真认真啊！哎妈，你终身都唔爱啊？我以为你给警察抓去的，哪有可能这么简单给抓去啦？警察刚好找你的麻烦。哦，这你不用担心，我是有身份证的人呢。哦，安尼讲了就安。安明卡，口罩讲，你告诉你走去啊。口罩了，口罩了。哎，哎，回家再说，你爷爷，等一下。安诺啦，安哥，嗯，啊，你是安那下班了，无洗身躯啦，擦裤足臭的，糖衣只，哦，你够啰嗦，来啦，那我就臭的，根本无臭，你，哦，啊，烫掉了，烫掉了，真啰嗦的，你在做啥？顶轮。丁龙，我薪水放在落地内底啦。丁龙，我丢来，无去啊，放内底都无去啊。这，不过咱无用对嘛，啊，怎么现在不见了？哪无去啊啦？一定是做好警察电话时就无说你落去的啦。哦。内底几个月薪水呢，就咱无去。安尼我就无都假期登个外滩啊。假钱转去啊！你免烦恼啦 ，M 老啊 ，M 啊，你都已经过来台湾啊，过来照顾爸爸，那阿嬷这个哥哥，哪会当敢来顾我家己啊？啊，爸爸医药费修理全拢需要钱，这不是你一人当负担的呢？而且当初那不是伊，把我危害救起来，我早就已经无命。这二十多年来。伊唔来收留我，
国家当作亲生后生来看待呢？啊，人不是讲，暗公唔眨眼，假规矩都拜树头，对不？我探球一开，这嘛是应该的啊。爸爸当作爱你来台湾，而不是叫你探亲，嫁转去好伊，伊是爱你来台湾，找到你原本的情人，你知影无？啊，哥。这么多年啊，我早提跟未记我是啥，想袂起来啦。我差点就放弃了啦！哎，我这当初我是通缉犯，在那跋落海，对不？啊？哪有啦？你个性足好的，不可能是通缉犯。你个知影我较早是相款的人啊？我咧想啊，我一定是吼犯法走路，一定有做啥歹代志啦。非得吼我。不管啦，我对我较早什么款的人哦，我早就已经无兴趣啦，无想要知影过去啦。我敢若知影，我即马亲人只有两个，一个就是你，一个就是爸爸。你两个哦，我拢负责啦。好了，丹妮、滚蛋，哥哥，好不好？啊，卖啰嗦啦。回你当初我问过啦，人来台湾的时阵哦，早就已经讲好啊。你甲爸爸，我拢负责，我拢到出钱。好啦，那安尼，这个月钱我给转去。阿哥的我你好不好？阿哥的，好啊。啊，不过在焦砂厂那边，我已经袂当过去上班了呢。白少爷，啊，着贵啊，共享，嘛有警察抓去，听讲头家花足侪钱的呢，伊哪有可能阁继续请我啦？哈，我即马嘛无法度甲你介绍工课啊，拢随无啊。哎，即马总结，总结，总结哦。规工黏天天，做啥物拢可以，只要心心相印，有穷有水。